太后，用寿宫来报信，说是令妃平安生下了16阿哥，皇上赐名永泉。令妃挺能生的，照规矩赏她。是。照旧，16阿哥送去寿康宫由太妃抚养。令妃得宠。 皇上未必肯呢，15阿哥不都留下来了吗？15阿哥留在永寿宫，是令妃侥幸。16阿哥还是按前头的规矩来，不然，令妃也太得意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 令妃接连生育，远胜纯惠皇贵妃当年。你这皇后膝下唯有一子，未免太寂寞了些。儿臣陪着皇额娘抄经积福，不寂寞。皇后做到你这个份儿上，也真是可怜。不过，自古。 哪个皇后不是熬着的？也只有孝贤皇后有福走得早，让皇帝惦记了那么些年。是啊，生与死，倒不知哪一个才算是夫妻了。暂且忍忍吧，皇帝这脾气，油盐不进。 皇额娘，既然令妃生了16阿哥，过几日又是腊八，儿臣想在宫里给底下人分些腊八粥，以示恩典。宫外的粥场也做些布施，施服于民间。历来宫里也有分腊八粥的，只是太下贱的奴才们，手牌挤拿不到罢了。既然要做，要不惜物力，让宫里人人都得恩典。儿臣明白。 嗯，主儿，16阿哥已经被抱去寿康宫了，您别难过。永琰可以留下来，永泉为什么不可以？ 本宫以为皇后失宠至此，本宫生下的孩子们总能留在自己身边吧。可没想到，还是不行。再怎么失宠，她终究还是皇后。是本宫日子过得太得意了，忘了皇后还能撤肘本宫。 皇上称恩，今儿个是腊八节，今年的腊八粥啊，用的可都是好料啊，不比各宫的主们喝的逊色，便宜咱们这些奴才了。谢皇上恩典。
骑马去了？和弟兄们打猎去了，猎了一只红狐，留着给你做护手。这福晋和侧福晋都没有，就留给妾身，是不是太偏心了？你最贴心呀。这大冬天的出一身汗，水已经备好了，快洗洗歇吧。贴心。这水怎么是？自从上回木兰围场回来以后，你这腿上的病都发作多少次了？不能再洗冷水了。不要紧的，我从小洗冷水习惯了，热水不舒服，还是换冷的吧。你说你老是这么不当回事儿，妾身得多伤心啊。怎么了？又疼了？实在不行你就叫江太医来请脉看看吧。没关系，我没事儿，别担心我。云角能活到现在都是因为贝勒爷，对不住贝勒爷没能照顾好您。云角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些年你服侍我服侍的最好，只是你一直没有一个孩子，总是遗憾。我总在想，若是我们能有个孩子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是啊，若是有个孩子便再好不过了。怎么了？这些年总见你有时候不大舒服。没事儿，妇人之症不值得贝勒爷过问。妾身给您换水去了。皇上对五阿哥真是越来越重视了，前不久还封了荣郡王。皇上是器重五阿哥，不过咱们已经留着一个云角了，倒也不怕。不过主儿，您可想好，五阿哥万一有事儿，皇后还有一个亲生的十二阿哥呢。若真没人选的时候，皇上会先考虑十二阿哥。本宫对付一个五阿哥已经费尽心思，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对付十二阿哥。本宫自问啊，没这个本事。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，皇后倒了，十二阿哥自然成不了太子。最好啊，还是这个亲生儿子置他额娘于死地，才能泄了本宫这心头之恨。令主，咱们已经拖了凌云彻下水，却没能将皇后拖至死地。万一哪日皇上对皇后有所缓和，皇后缓过劲儿来反噬，您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不说，您与几位阿哥公主的平安也是难保啊。你想说什么？若凌云彻已然成为皇上对皇后最大的心结，不如我们用他再推一把皇上，让皇后彻底失去皇上的联系。你什么意思？凌云彻留不得。凌云彻不能就这么死了。奴才只是这么一说，你舍不得就算了。本宫没什么舍不得的，本宫是说，如果他必须死，就要死的对咱们更有利一些。奴才就是这个意思。时候不早了，奴才先回去了。
哎，春蝉呢？怎么没见他在宫里头伺候？春蝉姑母死了，本宫放他出去料理后事了。奴才先行告退。